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今日会为大家介绍呢一部 New Tech 移动消毒机。呢一部移动消毒机有效咁样提升消毒物件嘅效能，从而减低交叉感染嘅风险。呢一部机嘅稳定喷洒系统配合可调校式喷头同埋无线设计，就令消毒工作更加方便有效啦。呢一部机适用于多种地方，例如机场、物流中心、地铁站、码头、超级市场同埋食肆等等都可以用到噶。而呢一部机嘅操作方法亦都非常简单，用家只需要用锁匙打开佢机身嘅门，然后再将消毒剂加入佢嘅水缸度，再扭翻实水缸嘅盖，同埋闩翻机身嘅门，打开佢嘅电源开关，呢一盏灯就会着住，同埋见到电池仲有几多容量。而消毒剂水缸就嚟冇水嘅时候，呢度亦都会着灯有提示。呢一部机有分左右两边嘅喷雾器，左边系有五个喷头。而右边就系一个喷头。呢一部移动消毒机嘅设计方便清洁唔同物件，例如手推车、台凳、栏杆、轮椅等等都可以轻易清洁到。咁希望大家中意呢一部 New Tech 移动消毒机啦，拜拜。